今天呢，竟要带大家来探寻花莲后山的美哦。这么美的后山旁边就有一栋城堡的民宿，而且呢是用法式乡村风格所打造的哦。走，赶快跟我进去体验一下喽。后山城堡民宿啊，它是环山绿地，走进来啊会有十棵的针柏迎宾树，还有小熊的热情招呼，跟着步道走啊，还有汽水池、生态池，还有控窑，想要营造出在国外度假的感觉。那在民宿这边呢，有提供什么样的贴心服务呢？我们有清晨太鲁阁车站接送，另外我们有带订一些好玩地方的票券，然后也可以建议大家一些好玩的景点，有太鲁阁的沙卡挡步道，还有两个秘境，一个是有原始风貌的布拉蛋游戏区，还有一个是曼波海滩。这里呢就是花莲的曼波海滩哦，整个地方好像都被我包下来了一样哦，非常的宁静哎，所以呢非常适合情侣他们来这边散散步，享受二人世界哦。静怡，请享用我们的迎宾点心。这边的迎宾点心好丰富哦，下午这样子来 check in， 还有下午茶可以享用，真的是很好哎，很尊崇哦。而且从外头走进来，哇，一眼望过去就是绿油油一片，好大片哦。这边占地大概多大？1000多坪，这边也可以当作结婚广场。进来里头哦，更是让人家惊喜，因为它的气氛是延续着。我们的一楼是迎宾大厅，提供下午茶跟早餐的用餐区，二楼就是客房的部分。那房间的部分，我想一定不会让人失望的，我带你去看吧。好，走。静怡，这是我们的后山城堡法式乡村房，像我们这个梳妆台都是欧式宫廷的感觉，椅子也是哎，椅子也是为了配合颜色然后去定做的，就连这个寝具哎，很 colorful 的一个颜色，对不对？这个床罩，而且我刚从进来啊，踩着地板的感觉就不一样哦，这个是什么样的地板？这个是进口的木纹砖哦。连浴室都是一样的，卫浴也是用一样的地砖呢。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，所以它会有一种乡村的一个感觉。外头看到都是绿绿的哦。哇哦，世界这么大，我们在花莲呢，宣惠。你看你们房间还摆了这个世界地图哎，环游世界家庭版。而且呢，我看到这间的地板也是非常不一样哦，它非常的活泼哎，像那个浴室啊，都是立体的，也是设计连贯的，对，透明的一个玻璃，让人家感觉整个视觉空间是非常宽广的，对，那睡觉的地方呢？睡觉的地方就是躺着可以看星星，白天可以看海，躺在这个房间里头啊，你这样子正着往前看哦，阳台的外头就是海耶。对啊，那就是曼波海滩，海天一色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跟整个房间的这个颜色很呼应哦，蓝色。对，这间是漫游北欧四人房哦，北欧风哦，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鹿的元素在里头咯，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冷色系一点，所以我们有用木头搭配比较温暖一点。这个是梳妆台吗？对啊，比较乡村风的梳妆台，可以当书桌两用。每一间房间的卫浴都有7合1多功能系统。这么多哦，那是哪一些功能啊？像是暖房啊、除湿、空气净化等等。这间是我们的浪漫粉红双人房。既然来到是后山城堡，城堡里头当然少不了公主的住所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粉红色的概念。对，就连我们的屋顶啊，也是好像住在城堡里面一样。这个造型。另外啊，我们还有婴儿游戏床，让妈妈带婴儿比较轻松。现在静怡呢坐在这个房间哦，就是我晚上要入住的古典风情房哦。既然是古典风情哦，你看她坐在这边拍照，就可以展现那种女人风情万种的美哦。这间同时也是蜜月房哦，很多的这个新婚的夫妻来这边啊，他们会穿着婚纱坐在这边拍照哦。重点是她还有一个全身镜哦，让我们在换装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最美的自己。然后卫浴的部分哦，还有浴缸可以泡澡哦，非常的浪漫哦。哇，宣慧，这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哦？对啊，这是我们后山城堡民宿的早餐，像 bagel 啊，还是三明治，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那前面这个呢，飞机的造型怎么那么可爱？就是为了小朋友而准备的。那这边的话是总会的组合咯，有时候有续住的，我们就会不一样的早餐哦，让它变化一下，对不对？
萱慧，我觉得来到后山城堡这边啊，真的哦，就像是进到城堡一样，可以挖掘很多惊喜耶，像是住的啦，还有玩的，包括现在的吃的部分都是哦。嗯，对啊，而且我们后山城堡临近泰鲁阁国家公园，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喝咖啡哦。